中华职棒25年赛季本周六22号就要在新庄球场点燃战火了。而四支球队在经过了去年年底的选秀会以及休兵期的战力补强，实力也即将提升了。那就为体育新闻会从今天开始为您送上相关的分析报道。对，我们今天呢就要从这个四支队伍里面去年年度战绩垫底的象队来开始。那么中信兄弟象呢，本季有了几位旅日归国的球员加盟，再加上呢洋将其实也已经是陆续到位了，所以现在的阵容是非常的整齐，有机会问鼎总冠军。哇 ，nice spot 点哦。去年年度战绩垫底的黄山军兄弟象队，在换了新东家后迎来新气象。新赛季更名为中信兄弟的象队，在经过年底选秀之后，投打战力升级，今年渴望写下佳绩。投手部分，先发将有前旅日投手郑凯文加入轮值，另外球团预计补进一名先发洋投。林玉清、林恩宇嘛、松伟、陈宏文，当然这四个，然后再加上今年的郑凯文。还有一个外籍的先发的位置，所以我们大概会放六个先发。至于牛棚方面，今年象队虽然少了上季中继王真田玉贵，万大元才刚刚在热身赛伤后复出，但表现不理想。不过目前象队在中继和后援的人手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黄千智还是在中继这个位置嘛，那我们会有一个外籍的救援，就是关门的那个 closer 投手，我们大概会在11个或12个之间哈。除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先发之外，那就会使用6个中继加上救援嘛。如果只靠一个关大人要来撑一整季的话，我觉得今年的关大人他的身体状况或许是值得来观察的。另外打线部分将以恰恰彭振敏为不动第四棒，再加上周董周思齐、旅日强打林威柱以及有大联盟资历的洋将 Lopez， 相对中心棒次火力可期。虽然 DH 人选还未确定，不过其他守备位置上 Lopez 占了三垒，或许会压缩大头黄世豪的上场空间。至于左外野竞争也不小， Lopez 当然会放在三垒啊，那其他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改变嘛。那威柱当然是以外野为主，所以应该是左外野跟思齐就是会有一个替代的这种效果，或者是有一个是指定打击。就曹总谢长亨目前投打的布局来看，相对本季确实战力升级，球评也认为今年的相对很有竞争力。兄弟象哦，应该是这些年来算是阵容要算最整齐的一次，他不管是从先发、中继甚至到后援都有很好的一个补强。如果相对全员能够整季健康出赛，洋将的人选也都能达到教练团预期，今年的中信兄弟有问鼎总冠军的实力。 UDN TV 吴家吴敏欣、简仁光综合报道。